挑战用 ASMR 的方式跟大家介绍我的收藏。接下来要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，听听看哦。第二个提示，它是一个非常耐用的东西。第三个提示，它有不同的纹路。猜得到是什么吗？我要来揭晓咯。1、2、3，哒哒，是我的锅子们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用一个锅子来煎蛋，要用哪一个锅子呢？这个里面是油面的，不太适合。这个有纹路的是用Lady Go， 煎蛋要好吃的话，油不能太少。接下来我要教大家怎么打蛋。很多人说煎蛋是基本功，我不是很确定我的基本功好不好。我的鸡蛋煎好了耶，不然来尝试看看这个鸡蛋好不好吃哦。好紧张，好，太棒了，蛋黄又破掉。就我们在这边很小声，然后磨的时候，